第四十二代狮子尊者，西天二十四代，魏中印度人，属婆罗门种姓，承继衣钵后至继宾国。该国之信仰大致有学禅定、知见、直相、舍相、不语等五种，均不究竟，尊者亦为之破迷解疑。即曰：正说知见时，知见具是心，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于经。尊者一一为之破迷解疑。即曰：正说知见时，知见具是心，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于经。